老师，老师，，老师，老师，雷贝，老师，滚！求求你，你就让我签下你的书吧。说完了，嗯，走吧。他的眼神就跟要活剐了我似的。你在干嘛？没干什么。有人曾对我说，偶像是粉丝的一束光，让我们在那束光中看见彼此，就是有度过危机的信号，这边难测，需要我们两个共同谨慎努力的维护彼此的人生，是你的爱吗？这不就是盘丝洞里的女妖精吗？这边吃错了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你救了我，我也帮你实现一个愿望，我才能回家。一夜暴富，穿越时空，移民，根本没有用。我没愿望啊！赶紧实现，赶紧实现。后来我们一起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一起睡。你是让我掉入神圣的痛苦。许多年之后，我仍然可以回忆起这个场景。茫茫人海中，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多少呢？我们每个人从陌生开始，因为一件件小事儿，因为我们是我们。这一刻，我忽然相信了童话。湘西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湘西，你都不记得了？上学那会儿还跟你做过同桌呢。你是说我们用我的手机就可以时空旅行了？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有时光机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台时光机，我们的人生就能少很多很多的遗憾。谁的笑，谁的温暖的手心，我着迷，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。你从夏天出发，我从冬天回望，就让我们在秋天相遇。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？一直都是。